小心头哦，自己小心头。好，来，丽姐，你到这边来好了。要跑完一万公里的，他跟雅妍有个约定，所以呢，在当中他要做很多的训练，他的现实世界要。好，这次呢回归女儿身，但是呢，他偏偏还有一个就是跑步助教的这样的身份在身上。他必须要用公益手啊，谢谢。好，先看右边，好，那我们要不要中间媒体？好，来中间媒体，第二排，第二排，妈妈位。这个电影是，他在讲一个事情，就是要勇敢去追，然后不管是亲情或爱情，或者是自己的梦想，都要勇敢去追，这样子，这就是这个电影，是的。票房当然希望越高越好，不过就是，就希望大家能够进电影院来看，对，因为这是我觉得是自己觉得是一个好作品。那杰伦要不要讲一下，就是身为监制，对票房有没有什么样子？比较有压力的应该是这个一节吧。哦，对，对，推给一节，对，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希望票房一定要好哦。那好，这个其实有这么好的演员，我相信，而且有这么棒的导演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片嘛。那现在刚刚这个主持人也说，其实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需要这种很励志的东西啊，正面。对啊，正面能量，我觉得应该票房会不错。好啦，不止不错，应该其实跟我打篮球一样，压力很大。对对，因为你是跑步的。跑步的，对对对。对，没错。那时候有个数字期许吗？好，有没有一个期许？我们问一下林监制。数字的期许，当然我们希望能够，我们既然做了1亿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希望也能够破亿嘛，那这样才能对得起所有关注我们的粉丝或者是朋友。